当我做了一个抓豆机，放上地板，加上围墙，放上豆子，加上传送带。太理想了，想开饭了。哎呀，今天玩新花样了，前几天还是抓娃娃机，现在开始抓豆子了。嘿嘿，我喜欢，让我看看。这么多豆子。哎，第一次操作有点不熟悉，再来再来。看着点看着点，一点一点挪动，这下完美，豆子要520才能通关，这点肯定不够，再来。哇，这次抓的豆子更多，慢点慢点，千万不要洒了。完蛋，移动过头了，还是有很多豆子洒出来了，再来。这一次还不错，这么多豆子，我们先下去吃一下。哎呀，这也太爽了，现在303份，还差200份，刚上豆子都满了，再来，来一手盲抓。不过这一次我感觉应该没抓到几个，再抓下，果然这一次肯定要全部扔进去。哇，看着豆子都进去了，这也太舒服了，再来。就我这小手法，你看看，一下又拿起这么多豆子，虽然有些没扔进去，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好，那么好，其实我是故意的，现在的豆子肯定够了，我们直接下去吃豆。你看看，我说的怎么样？刚刚好，成功通关。